水，现在来刮这一张010364093，1+3+6+4+9=3。这个是用八位数字加总的最后一个码。那也可以呢，1+3+6+4=4的前一码就是选3。好，这两个逻辑都符合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刮麻将冰果，这个看有没有机会中。来，50、3筒，三筒这边。再来7条，7条在这边。20000。花了，再继续哦，发发财，发财没有，八万，8万6。哇 ，P 出现了，哇！有个网友说 P 出现了，创赛啊！那这个应该中毒了，1筒，难，难，6万跟2，6万，啊，这个够多了，白皮，白皮跟红中。出现 P 了，是跨赛啊，好，那我们一样用这个 APP 扫一下，看是不是共估啊，真的是共估了。好，这个是运气不佳啦。好，这个麻将冰果也是应该是没有下一次的。好，我们下次再测试，谢谢，拜拜。